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睡大，本期带来的是火炬之光 S2 赛季的圣枪二萌新开荒攻略。由于我没有玩 S1 赛季哦，当大家都还在预测谁是 S2 版本答案的时候，我直接挑了一个很顺眼的角色就开始游戏了。圣枪二的起始技能是寒冰射击，没啥想法的我直接就决定以这个技能来当做主力，一路打到潼关，一路上过关斩将都还挺顺遂的。但玩了一天后才发现，这流派根本就只有我在玩呢。英雄榜上面的大佬选择都是雷系的技能，或是本赛季新增的技能赤炎穿弹，就找不到一个和我一样的同伴，想抄个作业都没有办法。话虽如此啊，但对于我这个刚入坑的萌新来说，一路打到时刻六都还是挺顺利的。看到世界评经常在抱怨许多流派打到时刻五的时候就开始伤害刮痧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这个流派或许真的是个不错的开荒流派。先让大家看一下平时刷时刻六的效率如何。你先等等。这招叫做敌不动我乱动。再来我们看时刻七的部分，看完以上，你可能会想问，那难度7的鬼海新娘怎么样？可以打，但就是必须全神贯注，丝毫不能有失误。难度7的鬼海新娘会变招，你只要没有躲过这招连续的鬼火，就会直接当场暴毙。你只要突然晃神一下，没有看到地板技，脚不小心踩到大便，又是一个突然暴毙。所以我其实很讨厌打难度7的赛季机制哦，总是会把我的经验值往左练。不过这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，主要是我目前的装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像抗性我就还没有全部撑满，主武器还是个废铁，目前还很穷的我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。装备的攻击属性以暴击值、暴击伤害、投射物伤害、投射物速度、冰冷伤害、物理伤害、元素伤害为主，防御属性挑选闪避值、抗性、最大生命、敏捷、生命返还。再来分享我的天赋点法，我就直接画面简单带过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暂停截图。接下来是我的技能串法，寒冰射击，我串了提高暴击值，附加冰冷伤害、冰冷穿透、疾风投射，提高暴击伤害。那前期你的暴击还没有撑起来的话，可以把暴击值、暴击伤害的部分换成几率冰冻、高阶散射来提升前期的刷图效率。恢复技能带来生命全员，串药性残留、狂化野性；位移技能带闪现，串急速位移、紧急回避、间歇性爆发。闪现也可以换成寒冰传送，刷图的效率会大幅提升。缺点就是位移的距离有点短，
嗜血术穿浴血聚魂质量效应，再来是保命技迅疾之风，穿持续时间延长加速冷却。光环我选择用魔猿，穿精准投射元素抵抗，但如果你魔力足够高的话，可以把魔猿换成寒冰加持，伤害会大幅提升。我单纯只是因为魔风不足啊，所以才塞了个魔猿撑着用。击中施加诅咒，穿石骨之寒风雨转化，暴击时释放，穿暴风雪冰霜羁绊来降抗与增伤，穿灵敏来提升闪避值，穿封印转化来弥补魔风不足的部分。英雄特性32级选择途径射击，这样配合闪现或寒冰传送，就可以不断的利用位移来填充子弹。62级选择衔尾恶蛇，80级选择过热枪口。英雄遗物我是以格子树为优先，英雄追忆也是有什么就用什么，看是要追求伤害还是要追求保命都可以。打法呢，就是不断的位移填充子弹，通过攻击来刷新位移技能的冷却时间。嗜血术和迅疾之风要常驻，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移动走位。到石刻期开始，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地图三不五时就出现一些奇怪的攻击，你只要没有位移躲开，就是会当场暴毙。那这流派的好处就是简单易懂，以开荒来说，游戏体验还算不错。大部分的怪物都会被你给冰冻到死，部分的首领也会被冰冻，就算不会被冰冻，也能够让他的动作变慢，让你有更多的操作空间。连像我这种刚入坑的玩家都能够有非常良好的游戏体验，这大概就是火炬之光好玩的地方哦。你只要有想法有创意，在这里你就能够创造出非常多样化的玩法。当然前提是你不要有跟人斗的心哦，过度追求版本的答案反而会让你错失了这个游戏所带来的乐趣。那以上就是我的圣枪卡里诺致命掠云的开荒心得，毕竟我是个新人玩家，内容或许会有很多错误误导的部分，还请各位见谅。等我更加的熟悉后，会再陆续为伙伴们带来更多的攻略心得。喜欢的话，别忘记帮我按个赞哦。我是睡大，我们下期见。